影响响度的变音。声音的大小称为音量或响度，声波的振幅会影响声音的大小。振幅越大，声音越大，振幅越小，声音越小。为了比较响度的大小，科学上通常以分贝来表示，分贝数越大，表示声音越大声。我们将人耳所能听见的最小声音的响度定为零分贝，响度每增加十分贝，声音强度增强十倍。例如，响度20分贝的声音强度是响度10分贝的10倍，响度30分贝的声音强度是响度10分贝的100倍。